迎面唱将，好好好赛雷。合唱正式开始。时候不够靠近，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里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，哦，我的心，哦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厉害哦，掌声送给两位猴猴猴塞雷以及旁边这一位新的蒙面唱将。我叫铁臂小乖乖。铁臂小乖乖啊，你把谁家的婴儿车给逃回来了？他那个还能动就不对了，真的可以哭死，他们两个在一起特别像加勒比海盗里有个船长跟他的小猴子，哎，有一点像啊。宪哥，哎，您听着感觉怎么样这个歌？哦，我觉得唱得很好，嗯，而且它本来是莫文蔚的歌嘛，对啊，然后他把它变成两个男生去唱起来啊，哎，没想到另外一种味道，
对，感觉像两个男人聊天一样，对不对？就说他不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两个失恋的人聊天那种感觉啊、嗯。两个人声线呢、啊，我觉得很搭。哎哎，这个唱的比上一组好多了，而且那个侯赛琳和声超级准，对，对不对？就直接那个音一唱就到那个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应该就是团体组合里面的，而且他擅长唱高音，他所有的声部都是高三度的。哦，这是非常需要这个声带的刚强，哦，还有体力去支撑的。钟宪，钟宪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心里面大概猜他是谁。上一个星期啊，嗯，猴子、啊、站在那边是晃来晃去的。上个礼拜多晃了两下，就把帽子都给晃掉。他发型很特别的。来，让我们先看一眼您的美丽的发型。三二一，哇！那另外一位铁臂小乖乖，我觉得你的歌龄不超过十年，所以你在这个侯赛琳面前啊，就像他的弟弟一样。对，铁臂小乖乖呢，看起来比较资浅一点。那旁边这小猴子就比较资深，否则他不可能腿站那么开的。那我们跟新同学聊一下好了。哎，好嘞。铁臂小乖乖，你说你是铁臂，那你手上那个是绷带吗？其实我满臂都是这个的，但是我的胳膊太壮了，就刚刚临上前被撑爆了。啊，就是说他是大力水手对吧？就是你这个一下能崩开哦。我们这一季其实来了很多身材很棒的，都是骗人。对，我讲不要轻易相信身材。上个星期林志炫来了，带假的胸。哇，启贤哥，你可以让好哥来摸一下，到底是不是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都不用摸的了，我直接都是用锤的。我跟你说实话，绝对是真皮铁臂，对不对？哦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哪个女生可以上来试一下？哎呦。陈姐，我把这个让给你。您去鉴定，毕竟你摸过了李云迪的手，对不对？哇，他自己撩了。哦，哇，哇，那个是真实的，这大肌肉，哎呦喂！可以，这是货真价实的。他肌肉好发达哦，运动员吧？肌肉啊，不光是看，虽然线条是好看，但是也要有力气才可以。是，那能不能展示展示？对，麻烦我们的黑衣人上大剧，手里拿着核桃，捏核桃啊？哦，他要两个对捏，对，两个对捏，一个没办法。哇！哎，他几乎没有使劲儿啊！哇！真的是捏碎，哗啦就碎了。但是这个呀，因为我们王源老师啊，他上回也表演过。其实呢，就是这样。很好。有没有更厉害的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抱你做深蹲好不好？抱，别抱。叫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来吧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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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你可以把它抱起来，再往空中抛两下吗？抛饼是吧？印度抛饼啊，来，公主抱，是公主抱，公主抱，要开始了吗？啊，要开始了。棒棒啦，棒棒棒棒。然后还深蹲呢，等一下，深蹲，深蹲。Everybody go， 深蹲，来呢，再来，再来。One, two， 还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哎，真的是个壮丁哎啊！戴老师幸福吗？觉得？就是那种感觉轻飘飘的，我感觉可以把我送到二楼的感觉特别好。对，我可以抱着你转一圈。哎呦，好，我听你的，母鸡线，你看，来，我已经开始了，没有退路了。哎。哇哦！我没有跟着你走哈，没事，我可能你是在北京站看我打包吧，应该是。从北京西客站过来的啊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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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您谢谢您啊！他这么一表演，我知道是谁了。谁？刘根红，你不要再装了。那我宁愿相信他是彭于晏。可是我刚才听他说话没有台湾腔。好，咱们这里的菠萝在台湾叫什么？凤梨。哎呦，哎，
跟他唠台湾嗑，还能听懂啊？对，说点方言什么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他只会我跟你讲。其实我是香港人啊，香港人，好久没见了，是谁呢？你是跟我讲广东话吗？啊、他在跟你学郭富城讲。你要学郭富城可以，你能不能用郭富城的广东话跟我说两句啊？不能说 了，你好歹准备几句吧。这个，哎呦，他打烊了，拒绝回答。那咱们就换个思路，他身材这么好，是不是运动员类似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会啊。我曾经是。曾经的运动是什么呢？我的运动是跟速度有关的。哎，那个周世民来过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周世民是拳王，拳王了，铁臂呀、啊，铁臂。嗯，但周世民可能身高没有那么高了啊，身高像小猴子。有拿过什么奖牌吗？有拿过俄罗斯的一个比赛的第一名。是不是俄罗斯方块？俄罗斯方块。那是比速度的吗？各位要记住，在俄罗斯举办的国际比赛有很多的冬季运动项目。哦，是滑冰，滑冰竞速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五大竞吗？难道是五大竞？对。哦哦，猜中了。不对，凡是来这里说是运动员的100%是歌手。你是不是专业歌手？我是歌手啊，所以我才会来啊。哦，我想到一个，就是又会唱歌是歌手，但是他自己原来是运动员的人。谁呀？王嘉尔。哦，王嘉尔的肢体非常协调啊，就肯定就是跳舞、啊。刚看他那几步，感觉铁臂小乖乖不太协调似的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。哎呦、啊，你怎么了？不会，是在说我不协调。那他既然这么厉害，我觉得可以再多问问你的跨界范围有没有除了运动、唱歌之外，比如涉及到演戏啊、主持这方面有没有过？我有演戏。演的什么类型的？男主角。哦，那一般情况下能够成为热播剧男主角的，都一定要长得很帅。你长得帅吗？这个。我没办法自夸，但是曾经有人说过我长得像一个连的男艺人。哦，王宝强，我的团长，我的连。哎，但是我想问啊，如果长得帅的话，也分很多类型，比如说奶帅型的、霸道型的、搞笑型的，你属于哪一型？全能型。哦，哎，你结婚了吗？我没有结婚。没有结婚了？对。我本来想猜吴京呢。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战狼身材差不多。可是我在心目中有符合以上条件的，大概就只有胡歌吧。那你觉得你跟胡歌谁比较帅？你心目中最帅的男明星不是我，我就不回答你了。哎呀，生气了，又关门了，离线状态。那我们跟小猴子聊聊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今天身上好像多了一些东西，是不是有一些小猴子？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来战斗啊，我带我的兄弟。猴子猴孙都来了哈。你身上挂的就是你组合成员啊？没那么多。你们是两人组合吗？是啊。哦，那你的组合是四个字的吗？舒克贝塔，海尔兄弟。嗯，厉害的组合有都四个字的，有尤克里林、水木年华、修比都华。修比都华就我就不知道有没有红了。哎，其实我们看到宪哥都不敢那个惹他，哎，所以你刚刚有正面的有diss宪哥的组合哦。看到宪哥，我真的是很欣赏他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他又会主持综艺节目。然后又会演戏，然后呢还出唱片，对，但是唱歌一般般啦。然后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来蒙面唱将抢我们的饭碗了、啊。也没有，就好玩嘛，唱歌的时候快乐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还能唱这么好，我肯定。谢谢。你应该就是动力火车了。动力火车不是很红哦，我不太了解。
动力火车的歌吧，它那个歌名都特别有玄机，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，相当于就是大后天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还有叫无情的情书，就是离婚证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因为动力火车是那种声音双胞胎，所以能不能有一些和声的互动跟我们现场？可以，启弦太傻啊、哦！我的太傻，本来就很高音了、啊。对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用假音唱，但是音一定很准。我起个音给你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手，哇，你算客气了。手牵手，我们一起走。手，来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。说过的话已不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哎，哎呦，哦，还可以。还可以，一唱和声每个都是特别准的，一上来那个音就对了啊，嗯。但是他是动力火车的哪一位呢？那现在咱们再看看小才艺呗，就能更明白了。好，才艺。好，猴子才艺是什么？我需要我的伴舞老师。哎呦，伴舞老师，请上来。我平时呢都喜欢户外运动，那你们如果没有时间到户外，可以在家里自己动。这个很有瘦身的效果。接受我的考验。还有拿走，别客气，拜拜。拿走，拿走，身体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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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来，怕着凉了啊，先戴上。如果是动力火车他们这样跳舞，真的是很大的创举哎。他们两个在台上就是个木头了，动力火车就没动过。对，现在都已经展示完他们的小才艺了。下面进入赏评环节，请问我们的赛评团，你们明确的要留下两位当中的哪一位？哎呦，其实我们现在对小猴子是比较有兴趣的，但我们因为猜了两期，大概知道了。来吧，我们就把猴子留下来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铁臂小乖乖，你躲过这一关，下期再见。好。